大乔啊，你义父他很疼爱女儿，对吧？孙将军已往城内去了，究竟发生何事？看来情况甚是有异。我曾在京师看见父亲和一名可疑的黑衣道士交谈。哎，这个老爹有事居然隐瞒我等，赶紧追上去。哦，阁下可是虎牢关的那位侠士？阁下便是传闻中的骄阳大名，在下孙权，字仲谋。我军正好遭遇棘手之事，此乃不祥之兆。难道父亲有何不测？别说傻话，猛虎怎会如此轻易遭人所擒？对不对，老爹？